容易会倒。嗯，你再做一个香港脚，要踢小屁孩了。这个作品要你会做吗？做哪一个作品？这个。这是昨天做的吗？这是对啊。那你今天要再把它重新再做一个吗？嗯。你今天要再重新做一个吗？嗯。小麻雀叫不停，欢迎来到动物营业厅。哇，这是吴信义做的乐高城市。嗯，从这边走过去，哇，过了中央大街，看到一个臭鸡腿。嗯，我要逛街。嗯，来这里逛一下。哦，还可以看到爸爸穿内裤。嗯，这里还有一个山洞呢。怎么家里会有山洞呢？嗯。哇，又盖了一个钟，这个是灯塔吗？对，灯塔。那下面怎么会有小鸡蛋？嗯。啊，里面为什么还有住一个小屁孩？对呀、啊。啊，这个门可以打开吗？哇，小屁孩掉出来了。门还没有打开，小屁孩就掉出来了。噔噔。当当当当。